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来玩《王者荣耀》体验服，用这个杨戬对这个马可波罗啊。哎，这个单挑我就是单挑模式下，我感觉杨戬好像挺溜的啊。杨戬大招能吸血，能有伤害，后期非常无敌啊。这个马可的话应该挺脆弱的，不知道好不好打啊？他没有控人的技能，他纯伤害。现在中路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影，他是不是已经自暴自弃？看到杨戬就不想打了。看到我用杨戬，哎呀，触打了，刚刚想背后多骂他两句，多说几句他的坏话啊，他就已经窜出来了。暂时不能送他了，等他出来。攻不进去啊！现在啊，打不出来。现在一直在他塔的门口打，这样子很不爽。他不出来，我们要把他引出来。在那里打，死挡不开。直到跑了啊！一下子吸的血又差不多。暂时没有了，刚才已经吃掉了。他不出来，这个就有点麻烦。他那个攻击距离是我们的短处啊，他的长处就是攻击距离特别长啊。因为我这个一技能只要把怪物击杀了之后，这个一技能马上 CD 就刷新。坑货！反正到后期应该他也对我不好下手是吧？他现在只能被我压着打，我也把他叼进去啊。这单挑的地图比较小啊，很快就过掉了。我操！不能让他打到我，他打到我也挺疼的。我打到他，他也就去血很快，只要把他引出来就好了。麻烦。就这么纠结来纠结去的啊，他不出来，我不进不去，这个可真麻烦，被我标注了啊！哎，又回来吃下血，
这么拉锯战要打多久啊？刷过去的，一下子血就吸满了，没蓝了，现在要节省一点蓝。不出来的怎么搞啊？攻不进去了是吧？现在经济的话差不多，差不了多少。不出来我也进不去。压冲太快，冲太快！我的血又吸满了，看着，这点等于无限血了，就是没有蓝啊！要是这个两点不需要蓝，那简直就更无敌了啊！这些血补补蓝，丫的刷不死你！还敢出来，就那么点血，不要命了，想用那么点血吸引我进去。坑货啊，不管了，去补血吧。他也回城了，我也回城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把他虐掉了。他那血也是满的，还要再跟他周旋半天。他的大刀都没用啊，没什么卵用，对我来说。我操！这样也刷不到他，不过他应该要把他塔拆掉，怎么做也得要啊。哟呵，小兵怎么就没了？飙到了，飙到他血现在比较多，我血还比较，但是还不够，技能也不够啊。他有吸血之刃了，现在应该是，所以说他现在边打边吸血啊，我还要靠大招。这样子打起来就比较纠结了。差那么一 PPU 就把它卡给拆了。
的家伙，真讨厌。你看黄攻下来还是没把他墙拆墙挂的墙推掉啊，塔下墙杀。他也开大，我开大他大就相互抵消了。好，可以先拆掉塔了，看你这烂蛋。他的这一个都没杀。就是这么慢慢的把他折磨掉了。跑得倒很快哈。大局逆转吧。刚才按错键了，应该先按一技能再按大招的。快去补一下蓝，让他先发育一下吧。这打得很纠结啊，一个人头没抢的啊，单回都是压倒性的啊，把他压制住了，单挑都单挑这么久，想拆我们家塔。诶，总算解决掉了啊，卡住了一下。现在他还不死啊。大局已定。吸一下血。又错边了。还要再纠缠一次啊，虐掉他是迟早的事。他现在不敢出来了，出来就要找死，锁定就马上飞过去。没标到他。哎呀，他技能没出来。第二下没按到。大刀的第二下没按到。能回归一下。直接扫死他，是吧？什么抢牛叉，拆了他的塔，他不需要了，小兵已经把他拆掉了，他还刚刚复活。杨姐可是单挑王啊，无人能敌啊，在单挑啊，现在谁还能单挑过杨姐？除了杨姐对杨姐，但还找不到对手啊。哎，
这一天就玩到这了。